温碧泉，我是大美人，为你送来本期剧透。他们原来是艺人中深藏不露的隐藏博主呀。哦，这个真的没想到哦。隐藏老中医强冬月，教你刮痧泡脚变美人，泡脚会瘦腿，然后也会排毒。哦，刮痧板，眼部到淋巴的位置，包括下巴到淋巴的位置，这个贴完了以后，下颚骨会特别明显。对，看出来了。隐藏健身达人菊林，教你30秒练出马甲线。哎，你看他做这种枯燥的动作也很美哎，好难哦这些。其实运动是最美容的，我觉得。隐藏性价比美妆博主陆小草，带你找到大牌口红最夯替代。这两个好像哦，这样的我觉得，因为它的质地都是那种唇釉的感觉。温碧泉，我是大美人，带你挖掘艺人中的隐藏博主啦。最无聊的人是谁呀？这句话一共有136话，游走在朝阳大街的路人呀，无所谓哼着歌，就是不想回家。窗外的火车，下一辆什么颜色？我百无聊赖的唱，然后发现都记得，熄灭的星星灯突然间全都亮了。夏末的花，冬至的茶，立春就要翻秋日阳光，猫的晚霞，金鱼舞蹈，大树和小草有多美好。谢谢，好听。我也要加入，拼命拼命啊！喊出我的名字，嘿嘿嘿嘿嘿！每个不故事幻想把你影子猜，狗笑着大你月饼一起闯关，嘿耶耶耶，嘿耶耶耶！把自己跟你交换，一起创造骄傲的女孩，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啊，拼命拼命啊！你越喜爱我越可爱。全的碧，温碧泉的泉。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补水就用温碧泉。哎，我想问个问题啊，我们不是一档美妆节目吗？是。为什么现在才艺在竞争啊？哎，才艺。都来竞争。才艺当然要竞争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什么都得会，所以现在是一个全民美妆博主的一个时代。是。人人都是大美人，你经常会莫名其妙发现，哎，有一些歌手，有一些演员，他们竟然也是一些隐藏博主。对啊，比如说张韶涵，对吧？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美妆事业比他的歌手身份还要厉害。不说远了，就说近的嘛。我们的好朋友沈梦辰，他那个 Sam 老师啊，在小红书上就非常的红。我就不明白了，我在小红书上的账号叫芳芳不容易，哎，为什么大家不来关注呢？我在上面也有一些分享啊。刚刚是一段植入，对，看听出来了，很明显吗？芳芳不容易，很硬，谢谢。其实今天刚刚一开场给我们带来表演的这三位小姐姐呢，她们不仅人美歌甜，唱跳俱佳，而且据说她们也是一些隐形的美妆博主。真的吗？我觉得菊林只会跳舞吧。不是，就我们觉得三个人的标签就是跳舞、卖萌和唱歌。强冬月，人美笑颜，歌声甜，隐藏技能养生达人。
陆小草可以一天不吃鸡腿，却不能一天不唱歌。隐藏技能，全面的性价比美妆博主。鞠琳眼神深邃，笑容明媚。隐藏技能，原石护肤健身达人。今天你们到底是不是隐藏的美妆博主？一会儿会有人来给你们认证跟盖章，你们先不要着急。那给你们认证盖章的人呢，就是坐在你们对面的这群人。我们要欢迎到的呢，就是由嘉义带领的美人搜查团。是的，是的，录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今天终于 C 位出道了。我是队长，来欢迎我们的队员。我们的口号是什么？美人搜查，来啥搜查？哟呼！那除了美人搜查团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粉丝团，也要欢迎我们后排的粉丝团的朋友。对，我们就是代表粉丝来看一下各位小姐姐在美妆方面的表现。哎，不对，你们为什么不弄四把椅子？王菊也来了呀。刚刚没看到她的名牌，我想，王菊不是瘦了吗？怎么又复胖了？所以问一下三位，她是不是真的长得很像王菊？真的，我刚一下像。来，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哎，你看表演的才艺，来，上来，中间来。天哪！三二一，走。是谁的小眼睛还没看老师？菊姐看到这一段，她一定还会生气。不管是粉丝团还是搜查团，其实他们的标准，我相信都是非常严格的。是是是。三位小姐姐是不是隐藏博主？一定要经过他们两关，由他们来决定要不要给你们颁发《我是大美人》的隐藏博主。对，而且就是大鸭带的粉丝团的后面那三个粉丝，都分别是我们是真实的粉丝，小姐姐的真实粉丝。那既然要了解这些女生到底是不是隐藏博主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先要看一下他们的化妆台。可是我不会直接告诉你们哪个化妆台是谁的，所以一会儿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猜测到底哪个化妆台属于谁。好 ，Hello， 大家，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护肤品，这是我表面的护肤品，这才是我实际的护肤品。现在给你们看怎么自己做护手霜，因为北京冬天很冷又干，最好的护手霜其实就是香蕉，什么都不需要加，就只需要香蕉，用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就可以弄到手上，然后一会儿你们会发现。它会很亮，而且会比较白。虽然是纯天然的，但是这个腻的一点都不干了，腻的感觉还是有点吃不消。哒哒，哒哒哒。哇，好亏对哦，真的连的。Hello， 大家好，新的一天，新的希望。这是我的梳妆台，好乱啊！想不到吧？黑衣 T 恤，橙色 T 恤，是橙色 T 恤，整个样的橙色 T 恤。总之我就是一个拥有无数纯色 T 恤的女孩子，然后当我有拍摄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正常。看着上半身呢，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正常？然后呢，衣服也其实也挺正常的，但是呢，就是看着下嘴后面。这里是我平时会点的香和香薰呀，角落有点脏。然后这里是我的梳妆台，这个镜子很实用，可以充电。然后这是我的香叉，我的化妆品都把它放在这里。哇，好整齐哦。是我的冰箱，这是我妈妈布置给我的任务，让我每天必须要吃两片手工阿胶。你的手哦 ，Oh my god， 给大家展示一下。妈妈是想让我身体健康，结果我发现我吃了阿胶不怕冷，然后就穿很薄的外套出门。告辞。看一个女生的梳妆台，真的能看出一个女生的性格，或者猜出她是谁吗？因为女生的梳妆台就能直接反映她的性格，有的就可能比较随性一点，有的可能就比较爱干净和整洁一点啊。对，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的表面光鲜亮丽，但是其实回家里乱成一团狗窝。但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把食物呢涂到自己身上。好莫名其妙啊！我觉得第一个那个视频应该是强中月的，因为我看到第一个镜头有一把吉他，然后我觉得他弹吉他应该就是他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来自于香蕉娱乐。深度植入公司，但我觉得是陆小草的耶。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感觉陆小草就感觉是一个中医，很天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他的这种人的感觉就很爱。尝试百草，但是他看起来又很可爱，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粉丝怎么想？来，雨涵。我是根据排除法来的，第一个手长得好看，肯定不是小草的。哎，你是谁家粉丝啊？我是小草家粉丝。你是我的小草。
志文，我是菊琳的粉丝。OK， 哦，那所以菊琳就是特别会这些，你会吗？你来一个，来三二一。这粉丝好僵硬，他这边看起来像是附件。阿瑞呢？我也是用排除法，第二个一定不是滴答。哦，他没有那么活泼。但我觉得第三个是东岳的，为什么呢？因为有阿娇，我觉得在场三个人看起来最补的人，我觉得可以说的。好，直接让他们来公布一下，好不好？来，第一个。家里有一把这个是尤克里里吧，应该是尤克里里，然后爱拿水果护肤，爱拿水果护肤的是谁？请举手。我是真的没想到哦。你又不是香蕉娱乐的，干嘛拿香蕉护肤？就我是在德国长大的吗？德国应该用啤酒护肤啊。哎，也有啤酒，也有啤酒泡澡。没有，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比较健康的，然后也比较懒吧。就是我奶奶就是从小就告诉我，你要是点手干，你就用香蕉然后摸一点就好了。奶奶那个时候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有护手霜这个东西，不是也有，但是香蕉真的很管用，很管用。然后也会自己做面膜是吧？也是用香蕉吗？不是，我会用不同的东西。哦，哇，啊对，哎还挺老派的，这样真的很美耶。这一坨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牛油果？这牛油果吗？牛油果，哇，牛油果这么好吃，不拿来吃啊？我最喜欢吃牛油果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家里看起来有点脏脏乱乱的，是谁的家？请举手。干嘛？滴答，快冲！我没有那个水库的。是我。小草是你啊？嗯。你家会这么男生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有点男生。对，而且他的 T 恤都是那种单色的，纯色 T 恤。我如果没有拍摄，就会是那个样子，因为我会拍一些和美妆相关的视频，所以化妆品很多，所以家里就会这里堆一堆，那里堆一堆，就特别乱，没有办法把它收拾得特别整洁。嗯，我在微博上有一档节目叫四次元口袋，然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和美妆啊，或者是生活类的分享。欢迎来到陆小草的四次元口袋，口红大测评，百元以下爱用不分享。江江，哇！这种可爱的个性吸粉，这会吸粉。他是走那种我叫反差萌的那种路线，像你就不会吧？就我，从这能看出来你们家里真的是人前风光哎。不是，哎，太天真了。这个是我公司布的一个景，所以你们家没有这样的一个景点，对吧？我们家没有这么就是整洁干净的地方。那所以剩下的那个家就是乔东岳的家咯。是阿娇的你。对。台补啊，整洁，真的吗？你们家真的很整洁，还有一个古风的，而且还有阿胶吃。但我想去你家玩哦。吃完了阿胶会胖哎，我觉得。对，看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在减肥，然后你妈妈叫你吃阿胶，这根本就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我吃完阿胶就觉得很暖和，然后出门可能就光着腿，我觉得我妈看到会更生气吧。所以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隐藏博主的主题嘛，你分享的主要是什么？我可以从早上8点钟削到下午1点半，然后他才慢慢走掉那种。那不用你削啊，那他自己没有的呀。我会有一些手法，然后去帮助他消除一些。哇哦，还没有幸福的东西。他有对比图啊，他有对比图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有哎。我们刚刚大概的了解一下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是接下来他们都把自己最骄傲的一些美妆好物都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摆在他们的身边，一起揭晓吧。来，三二一，请揭晓。看家底的都拿出来了哦，所以方家野你带的搜查团可以好好的前去搜查一下。兄弟们上，把感兴趣的东西都搜回来，来干。哦，对吧。好多口红啊！天哪，天哪，天哪！还有这个，我正好有点饿了。哦，怎么就吃上了？吃吗？这边明显受欢迎哎。为什么全都到那里，显得我这里好孤单？好冷清啊！这里有阿娇，粉丝们快过来尝一尝阿娇。这可以吃吗？谢了阿娇了，麻烦到这边来结一下钱。好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大家已经搜查的差不多了。
先来看一下塔林夫你拿了什么。对，我觉得特别好奇的就是一个女孩子啊，号称的是美妆博主，为什么桌子上会有魔方这种东西？谁的、啊？这是顾小草的，跟你的妆容有关系吗？你忽然魔方、啊，我先把这一块吃完再。还说表面上是个魔方，其实是个眼影。你把它打乱，塔林夫把它打乱，把它打乱。哦不不，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个什么，在二十秒内打乱，然后复原。哇哇、哦，打乱还有讲究，所以打乱也有讲究吗？三二一，开始。哇，你真的会，我能拆掉它，手指好灵活。啊，好嘞。那如果我们真实的给你打乱，你能找回来？那就需要两分钟。那就要录到明天了，对不对？你能一边玩魔方一边回答问题吗？可以。那我有一个深度的问题了。你学魔方学了多久了？我学魔方，学就学了一小会儿，就一个星期，但是转了很久了。跟男朋友在一起多久了呢？我没有男朋友。这种小问题都很难倒我。好，来豆豆你拿了什么，我们先让他转着。好，因为我看他那里口红居多嘛，是，但是我在他的口红盘里面发现了为数还不少的这种平价口红。哦，我会觉得说、哦、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平价的口红呢？因为我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学生或者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嘛，然后我就会帮他们做一些平价代替，就是也比如说找到一个和大牌色号非常非常相近的一个口红色号。那你就说一下它这个相近于大牌的哪一个色号。那我借一下我们豆豆的手臂。好，没关系，这个是大牌的色号吗？对不对？这个是阿玛尼的201，超显白。对对对，这个颜色很显白。这个专柜价也要300左右吧。然后这是一个 Kiko 的05号，这替代品是吗？对对对，我要近距离看一下它有多像。对，我希望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哎，你的手法真的有点不专业。我刚刚还沉浸在那个转魔方的。哎，你看真的很像。哎，它的质地都很像。哦，那完全分辨不出来，因为它的质地都是那种纯釉的感觉。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 Minani 的25号色，然后它和纪梵希的这个小羊皮的，对对，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豆沙色，然后它和纪梵希的小羊皮这个103号色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两个好像哦，这两个颜色是相似的。对，这很相似。甚至我还觉得米拉里会稍微水一点。哦，但我就觉得这个反而感觉上嘴会更滋润一点。哎，对，但是纪梵希的持久度会更久一些。然后最后一个是 MAC 的。MAC 这个七里的色号有很多很多替代色。啊，这个好好看。然后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最像的呢还是这个魔法森林的哑光的 RD03，这两个很像，真的很像，而且质地也很像。就我觉得这个和这个完全看不出差别来。对对对，这个还是有点，这个会有一点，因为它那个米兰里的它会再润一些。关键是价格差很多。对对 ，MAC 大概是170到200之间吧，然后这个魔法森林的也就30-40块。差好多。然后这个纪梵希的大概350左右。然后这个米拉尼的也就50块。我忽然觉得小草就是个宝藏女孩。对，豆豆你要给她盖章吗？我要，因为我觉得能发现这种大牌的平价替代品才是真的很厉害，因为她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不同的粉丝，是，所以我觉得她可以当美妆博主。真的，你在美妆方面非常的专业，可是魔方真的so so。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草的粉丝，他对于美妆的了解有没有影响到你？作为一名大学生吧，因为手头的资金其实也不是很宽裕，所以基本上很多彩妆都是小草种草的。好，虽然他也，我不讲了，好吧？讲嘛，讲讲讲嘛，我们已经认证过他了。虽然他什么，我想说，虽然他的手法也不是很专业，专业但我觉得够我用了。我觉得手法不一定要很专业，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很多女生的手法都不是很专业，但是就是有颗爱美的心，就是去追逐美，然后很认真的对待美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特别好。再来看一下谢文老师，他选了什么东西？因为他平时在我们节目中非常专业的一位，对，所以他选的东西可能也会，感觉这是科技之美，对，感觉专业性非常强。其实我看到滴答的东西我就很心动，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算是肉肉脸，就是脸也会容易水肿，所以其实我一直致力于让脸形成 V 脸还有紧致，然后我看到滴答的东西都是跟紧致有关系的，所以我全都拿来了。对，像这些，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的，就是这个，对，刮痧板，这个东西我在你家也看到过耶。对啊，这个很好用。哎，怎么用？怎么用？这个很好用。对，而且这个真的是那种平价版的好用。啊，对，你对这方面的需求是，
你们也应该看得出来我源源不断。你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东西好不好？好，其实因为有一些是比较我看我有哪些性价比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像这个还有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这三个，然后这是一个平价替代品，但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都有微电流的效果。嗯，然后像我平时以前会用一些就是那种老中医的刮痧板，嗯，然后去刮一些部位，然后现在发现有就是有高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说像这些弧度可以适应脸部的不同的角度，嗯，包括这个可以贴着是这一块到淋巴的位置，这个呢是眼部到淋巴的位置，包括下巴到淋巴的位置，这个推完了以后下颚骨会特别明显，包括连这一面都可以用。怎么用这一面？这一面是可以去帮助你的腿，全身都能用这种。它就等于说是每一个弧度都有自己的用处。哎，这个你这个刮痧板最近很红哎。对。那这个刮痧的有没有微电流呢？有，也有，是吗？它可以加热的。它可以加热啊？它会加热。它会不会就是让我们的那些乳液什么导入？哎，还可以震动。是震动的。然后你。过一会儿之后它就会热。我想问个问题，那比如说我抹完乳液了，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可以就是帮助吸收的吗？我就是这样用的呀。很多就是网上女明星都在推荐刮痧板，以前就是这种传统的嘛，但是它可能只有单一的功能，它只能刮痧，但现在就多了一些微电流可以导入。其实这个的话它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的角度的设计是可以契合我们所有人的脸型，然后它跟一般的刮痧板不一样，因为刮痧板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巧劲，但因为它会有一些微电流，然后有一些导入的效果，所以它是你直接不用任何的技巧就可以直接上脸，它等于结合了刮痧板、按摩仪跟导入仪。卡琳要不要试试？哎呀，我也有这个，因为最近减肥有点垮掉了，对不对？哎，好。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其实建议大家一定要涂一些精华，或是你要导入的东西。哎，我就涂那个微脸精华，啊，然后配一点那种配，好会用。然后配一点那个水凝霜，就是这样比较不容易干。哦。之前不是有那种黄金棒很火吗？对啊，那也有啊，有啊，有啊。你为什么没有拿？黄金棒在一分钟的时候，它可以震动7500次，这个更厉害。它有两种模式哦，它就是按下去之后开启它，例如说现在是我把它转成蓝灯的模式，它光是这个蓝灯的模式就有大概每分钟8500次的震动，而且它有微电流。你看我现在拿着它是没有震动，因为它需要你的手感到这里。就开始震动了，它就会开始震动，震动之后它也会有一些微电流。如果说你要做你的下颚线的话，你就从这边慢慢的往上滑。哦，下颚线就用小的那一块。对，然后它的微电流它可以深入到你的脂肪层那个地方，让你的脸部脂肪排列整齐，所以按完之后你就会有那种立即消水肿。像我自己其实最在意的是我自己的嘴角的肉，我觉得这是肉肉人肉肉显老，对不对？对，就是这边好像这边下垂就会有那种木偶纹，所以我会再利用它，然后针对这个地方，用这种刚刚滴答有说的，他利用这个大招，有点像新月线这个地方这样子扣住。因为我有了解到，它这里的淋巴是从这里有两个，然后一路到下面，然后后面是有一排，我觉得可以配合着会效果更好。我就是，是吗？对，然后我其实这里到这里还有一段距离，可以从这里到这里。哇，哦，所以刚刚左哥说他在家里是这样再下来，嗯，这个就很像那个按摩的人帮我们那个脸部这样按下来。对，你就成45度角，然后这样往上拉提。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些美容仪，你把它级别开得比较高，你就会觉得有点痛。对，痛，但是这个没有，这个，就感觉特别温热的感觉，嗯，还是蛮舒服的。然后它还有另外一招我也很喜欢，就是去眼袋，你可以用它将你的眼袋变卧蚕，就是用这一面去贴合，从眼尾往前压，就是这样子，大概20下。但是因为我们眼部的眼袋其实它是脂肪，你就是利用它的一个微电流加震动，然后去让你的脸部的眼睛周围的脂肪排列整齐，你往你的眼眶里面推，它是最容易的。这下知道了，反过来。各位，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啊，就是我分享给周边的朋友，很多人都不需要去抽眼袋了，超好用。有差别吗？我现在
有，但你笑起来，我觉得按过的那边法令纹要淡一些，对，更上一些。然后它除了说有这个蓝光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例如说 V 脸，然后如果你是擦了保养品，你想要做导入的话，你就再按一次后面的这个按键，再按一下，它就变红色，它就有温感按摩的模式。这个模式它就可以去导入你的精华，而且它的温感是恒温，大概45度。额外分享一个瘦手臂的方式，它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棒，就是这样的一个弧度啊，你把手举起来，你稍微擦一下那个精华之后，你往里面刮，手臂要刮久一点，大概要30到。这里也是淋巴对生长就是聚集的一个地方。对，你大概刮个30下到50下之后，你连续刮一个礼拜，你会发现你两边的手臂，你如果自己做对比的话，你的手臂这边也会变比较小。主要是连身体也可以用，一个小板儿，全身都可以用，真的非常厉害。这个，所以这样强东岳可以认证了，可以盖章了吗？对啊，我觉得他非常专业，因为他连就是穴位啊，怎么按效果更好，就知道。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冉高明，你拿了什么？我这个人吧比较实际一些，从军里面拿了一堆，拿了一堆吃的。他那只有两种东西，第一个呢是吃的，第二个呢是哑铃。就我不知道，就水果和美妆博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做面膜啊。那你的哑铃呢？平在我这儿看出来，豆豆你很享受我就是这样的身材。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放一个哑铃在那儿，可能其实没有那么重，可能只是个就是偏塑料的那种。我一举原来真的很沉。那因为我是几公斤？3公斤？3公斤？不止哦，3公斤啊！你平时真的有在练哑铃吗？有，就是我以前也当过一段时间健身教练。现在也会每天练，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现在就是5分钟就够了。5分钟，5分钟可以拥有你这样前凸后翘的身材，可以，真的可以，而且他还有腹肌，超级羡慕。怎么可能？我去健身房一个小时，我也不像你现在这样啊。那为什么？1个小时59分钟都在拍照。真的，你怎么5分钟干嘛啊？就是什么？现在在美国和欧洲流行一个叫 Abslice 的一个视频，就是它是一套动作，就是很多小动作连在一起，然后你要在5分钟以内把它做完。它很累，但是你做完之后，保证你整个身体都会跟着练，就是你会锻炼腹部，你会锻炼背，还会锻炼就是臀，都在一起。那这样好不好？你在现场教我们几个动作，我们让嘉怡跟你来学一下。我为什么不让嘉怡啊？觉得自己胖的人自动站出来好吗？第一个动作，是要趴下来，告辞，然后要不要了，好，失去了男性性感。对，然后现在才过10秒啊，过了30秒之后就。做下一个动作，就是不能空，要直接做进入到下一个动作。没有休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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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下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哇，很累，这个要做30个。而且它动作真的很标准。对，嗯。那个之后呢？又要跑。30秒到了耶。又要跑30秒，继续对。一共几组啊？这样子。大概有10组。10组。是一套，就是10组，然后要坚持到。这个好难的。哑铃的部分呢？对，哑铃在干嘛？最终哑铃在干什么呢？哑铃在观赏。哑铃也是里面的一个动作，我是用来练，腰。刺，对腰。哦，马甲线。对，马甲线，马甲线。哇，快快快，我要学这个。就是你拿着它。我放弃了，我先回去。这样。大家就在刚刚到第3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默默地走开了。哎，你看他做这种的这个枯燥的动作也很美哎，好难啊这些。是因为他衣服很少。你敢不敢参与个挑战？就是我们继续录，你一直在这边做。我可以坚持下来，我觉得。厉害！其实运动是最美容的，我觉得。对，我们看美妆不仅是化妆，就是一种身体姿态的美，那也是美妆的范畴。谢谢。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粉丝提问的环节，因为我们粉丝是很严格的，就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给粉丝就比较好的美妆干货知识。温碧泉，我是大美人，为你送来下节剧透，隐藏老中医强东岳，教你刮痧泡脚变美人，泡脚会瘦腿，然后也会排毒。哇！隐藏性价比美妆博主杜小草，教你绝不踩雷。一直用一次就没有了，非常的不省钱。这是个噱头，对，噱头。温碧泉，我是大美人，带你挖掘艺人中的隐藏博主啦。
隐藏老中医强冬月都在种草的刮痧板，你还没有同款吗？刮痧美容风头正劲，提拉排毒，瘦身塑形，温热导入，都让这块小小的刮痧板来帮你吧。一分钟震动近万次，恒温45度，轻松刮走白白肉，刮走黑眼圈，刮出大美人。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大美人，回复关键词新年就能立刻找到，在这里分享春节故事，许下新年愿望，大美人给你发红包，更有50元满减券等着你哦。温碧泉，我是大美人，待会儿见。温碧泉，我是大美人，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补水就用温碧泉。就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给粉丝就比较好的美妆干货知识？对啊，滴答有吗？还有好货要拿出来吗？我好像阿胶吗？大家对不是一个次元的。我这个是我妈妈特地找老中医，就中医院，然后自己拿了原料去熬的阿胶，妈妈的心意。哎，你平时在家真的好养生嘛？对，然后像这些就是女孩子比较熟悉的，对，然后暖宫艾灸贴，然后红糖、姜汁红糖，对，都是女生平时要必备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喜欢晚上脚是暖暖的，不是。然后因为比如说出差啊，就没有办法泡脚，我特意买了个新的，可以送给大家。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的泡脚桶，好的，那就给你了。然后。这不是装便当盒的吗？这是泡脚的吗？我能吃。对，其实现在好多女明星都在养生，比如说我们台播的那个我家那闺女吴昕，她好会享受啊，一边带着那个眼部头部按摩仪，然后把脚放在那个泡脚盆里。我觉得我和大佐一起去吴昕家里，就是陪她录那个我家那闺女儿嘛，她真的很养生吧。然后我数了一下，他们家总共有5个泡脚桶。而且功能都不一样。而且我后来跟他说，你把那个泡脚桶的链接发给我，他说那个是厂家给我定做的，他已经在泡脚界泡出一定地位了，我跟你说。而且关键是不只是你想要，所有的网友们也非常想要，就说明大家其实都是很注重养生的。就女明星非常的爱泡脚，可能泡脚能泡出女明星的感觉。泡脚会瘦腿，然后也会排毒。对，我觉得好多就是在外面拍戏的，尤其是冬天啊，拍了一天戏回去泡个脚，全身都暖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泡脚的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是受益者。像是女孩子如果说例假来的时候特别的疼痛，你是受益者。我受益的地方当然是在其他的方面，但是就是像是很多经痛的女孩子，就是我就给她两个建议，一个是练核心肌群，第二个就是泡脚，而且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效果。那第二的话，像是有很多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冷，或者是说下半身容易肥胖的话，泡脚也有帮助。然后第三就是有些女孩子可能是脾胃虚或肾气虚，容易掉头发的话，其实泡脚因为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微循环，那微循环一促进之后，我们的毛囊可以得到充分的养分，它其实也对于女性掉发有很好的帮助。我之前就其实例假的时间有点不太准，然后我就是通过泡脚，然后我泡了其实没有几天，就是在你的例假来前几天，你就每天晚上泡脚。哦，不要太准时，我觉得它都是掐着分掐着秒到的，所以我觉得泡脚对于女生来说是真的是很管用。又秒加哈，因为我是觉得，就因为我还会就是加一些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艾草，就是我买的那个泡脚桶，它就会送那个艾草包，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会很养生，然后所以我觉得加一些这种可以就是帮助你驱寒的东西，我觉得在冬天来说非常。哎，你们说的我现在好想泡脚哦，真的好想泡脚。现在每一次泡脚，边主持边泡脚，因为泡脚真的超级舒服的，而且每一次都出一身汗，你就觉得就是又减重了，很舒服。重点来了，泡脚不能泡出大汗淋漓啊！泡脚最好的养生方式是微微出汗，如果你泡到大汗淋漓，你的身体反而会更虚。好的，泡脚泡成大汗淋漓得多烫啊！就是不要太烫。天哪，你泡脚泡40分钟，对，脚皮都要。上次我听张嘉倪姐姐说，她说她泡脚就要泡这么久，然后我就也泡这么久，我以为我也可以变得和她一样漂亮。我也每次泡很久，我泡完我都觉得自己像龙虾一样，全身都是红的。我觉得久一点 OK， 只是说水温不要过烫。对。
就是泡脚的时候水温大概控制在45度，就40度到48度之间，那你一定要泡到你的小腿肚这边，就是三阴交这边，因为三阴交有我们的肝经还有我们的脾经跟肾经嘛，你泡过这个高度之后你就不容易水肿，就是你下半身不容易水肿，你的脸也不容易水肿，所以不能只泡脚背脚面，就是其实选泡脚桶也很讲究，我有买过这么高的，然后也有买过这么高的，就是那种老年泡脚桶，然后是坐在上面可以把整个腿都进进去，结果我买的是不带轮子的，就用了一次那个水放满，然后我举不起来，哎，举不起来，然后那个水放不走，我就用杯子一勺一勺把它舀干。小草也买了带轮子，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轮子就因为水太重，它滑了两次之后，它的轮子就哎掉了。那你还会放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让它加速血液循环吗？我平时会放醋跟生姜，因为我的体内比较寒嘛。然后，如果是睡眠不好的话，可以放薰衣草，然后玫瑰。然后包括牛奶是让你皮肤变好吗？如果你泡脚，我还是建议你要加药草包，因为你身体微微出汗的时间会不一样，但是药草包的选择也有不一样的哦。然后我之前因为也是跟大美合作，然后被编导安利，结果我泡完之后真的不一样。那这个泡脚包它跟一般的泡脚包不一样的是，这个泡脚包它经过破壁处理。有听过破壁处理吗？破壁是我们吃保健品的时候要破壁才能吸收。对，因为植物有细胞壁嘛。那我们不是榨果汁机，以前一般果汁机就说我没有破壁，但是你把这个植物的壁破掉之后，它的营养分才会释放。我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特别想要看实际的状况，我就边做边讲给大家看。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泡脚包，因为它经过破壁的处理，所以说它的有效成分释放的会比较快。如果是泡我自己家里的，我大概要泡15分钟，我才会微微出汗。但是我泡这个，我大概5分钟我就微微出汗了。因为它有在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对，那这个牌子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足浴堂，它有20年的一个历史哦。那因为它的泡脚包非常的火，所以它才做成这种可以贩售。我展示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星款的，就是艾草的泡脚包。它的这个艾草是所谓的奇艾。奇艾的话就是它里面的植物精油跟一般的艾草，它大概是一般的艾草的2.6倍。它是泡脚粉的，我发现。对，它直接丢进去破壁处理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对不对？对。我们是把它放进去，看它的水的颜色的变化，对不对？好，那就放进去。好，三二一。哪个是哪个呀？这个是有经过破壁处理，像你看我挤一下，是不是它一下就是哇，它就变了，好快速。然后这个的话，它我这样挤都没有，还是这样。所以它那个成分没有办法那么快释放出来。对，所以你这个泡的时间就要更久，而且它是奇艾，奇艾的话是目前在艾草等级里面算是比较高规格的。好，一般用艾草泡脚的就是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保健功效呢？艾草它有药性，那个药性它可以从你的三阴交、涌泉穴把这些药性注入到你体内，所以你泡完脚之后你去睡觉的时候，这个药性还会在你体内微微的作用。所以就是晚上能够睡个好觉。我有一个问题了啊，像这种药包的话，我们只能泡脚，我们不能把它放进浴缸里全身泡吗？可以，也可以的，对，可以。但是你的水越多，你大概加的量就要比较多。我们就把整个一盒全部倒进去，不需要沐浴嘛？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大概加了5公升的水，我用一包，但效果就很好。哇，很浓哎，你看它。对啊，很浓。然后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还有老姜。姜很好吧？刚刚有人说他自己的体质是比较虚寒的，寒的。这个老姜的，你如果是那种穿鞋子脚都会冷的这种体质，手脚冰凉，这个你大概泡3次，那个问题就可以改善了。你就不需要吃你妈妈每天给你准备的阿胶了，就不会发胖了呀。而且我以前都是用一包一包的粉，这样会干净很多，就清理起来。对，而且我刚刚说我自己是受益者嘛，像我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一天就睡不到5个小时，然后我火气大，口腔就有破洞，然后一直好不了，然后我就是用了这个，然后我连续大概泡个2天，我才泡2天哦，我的口腔黏膜就修复完了。这么神奇，那给大家拿点吧。对，感觉一会儿给我拿点，真的不错。就我们都是养生的人，那小草开始吧。我就安利一些你一定不要买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踩雷。温碧泉，我是大美人，
为你送来下节剧透。隐藏性价比美妆博主陆小草教你绝不踩雷。哇哇想一直用一次就没有了，非常的不省钱，这是个噱头。对，噱头。温碧泉，我是大美人，带你挖掘艺人中的隐藏博主啦。你以为泡脚只是大妈们的专利吗？女明星们都在泡脚，泡脚一周瘦了8斤，泡出小鸟腿，泡走姨妈痛，选对泡脚粉才能泡出豪华足疗，事半功倍。节目中推荐的泡脚粉，奇爱、老姜双管齐下，堪称身体都能喝的中草药，每日泡20分钟，京东不再手脚冰凉。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大美人，回复关键词新年就能立刻找到，在这里分享春节故事，许下新年愿望，大美人给你发红包，更有50元满减券等着你哦。温碧泉，我是大美人，待会儿见。温碧泉，我是大美人，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补水就用温碧泉。你都是走为粉丝省钱那个路线的，我发现。是的呢，先是这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之前真的是骗了我一部分的钱，它叫火柴口红。一部分的钱哦，那种很方便的，一次扔掉的那种，对，是吧？就是我之前也是被这一点打动了，就是我觉得它很方便，它一次都扔掉。但是我买来了之后，它真的很不方便。首先就是它是一次性的，所以这么一盒你可能用个一支用一次就没有了，非常的不省钱。然后其次就是我有一个透明的包，我把这个东西放到了我的包里之后，因为它盖不紧，然后它就把我那个透明的包本来变成了一个涂鸦的包，变成了一个巴啦啦小魔仙的包。我们哪怕买一个口红小样都会好一点，这些东西就是研究出来骗我们的钱，噱头。对，噱头。第二样这个东西呢就厉害了，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方嘉宾哥哥愿意来试一试吗？哦，我知道这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太厉害了。这什么？抵到睫毛上。就这个使用原则，就是那个东西置于脑后，挂于耳上，贴到睫毛根部，然后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然后等一下。哇这个太种草了吧。想买想买想买，我觉得这个 OK 啊。OK 了，我觉得你本人非常的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 OK 的耶。哎，而且这个可以去演些古装剧， OK 的，演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的，特别是你的 style。 哎，哦，谢谢你送我的礼物，我非常爱这个。我的了，我的了，我的了，非常。这里不是雷区啊，真的喜欢这个。就是我就想告诉大家，如果没有方嘉宾哥哥这样的勇气就不要买这个东西。谢谢各位，我们大美人今天也非常开心，挖掘了三位哈隐藏的博主，也要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补水就用温碧泉。看电视的小美们，你们也是隐藏的博主吗？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大美人，加入同名小程序社区，亮出你的实力，就有机会成为大美人微红人，还有惊喜好礼等着你哦。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我是大美人合作伙伴微服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快来关注我们的大美人吧。2019年也要多多的看我们的节目哦。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下期见。下期见。